韓國組合 CN Blue 晏晝嚟到香港啦，為即將舉行嘅演唱會做好準備。不過一嚟嘅時候，例牌見到都有一班 fans 喺度起哄噶啦。咁睇嚟佢哋人氣果然厲害啊！而一班成員都有向 fans 揮翻手，甚至攞部機過嚟拍翻啲 fans 轉頭添啊！直至佢哋上曬車之後啦，先至向 fans 揮手道別，拜拜啦！